虽然我有时候有点傻，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了，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，易老板？什么吃饭这些东西啊，我觉得有必要的话，我请你都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，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这个饭很打脸吧，应该热乎乎的吧，这个脸上都没有这个必要吧，对吧？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吃饭，你觉得不尴尬吗？你觉得，易老板？有啥尴尬的，是吧？不是你不尴尬，我尴尬，知道吧？我们两个曾经，对吧，该说不该说的都在说，对不对？大家没有明着搞，也在依着搞，对吧？照在一起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这个饭吃得下去吗？我在想，啊，真的没有必要了啊！怎么说呢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我也不计较，好吧？我也不计较。但是你也不要就是说跟我爸合作什么的啊。我爸找你呢，他可能老人家有些东西那种，你可以不用搭理他，好吧？你可以不用搭理他，然后咱们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啊，也不用就是不用像那个什么一样的啊。就像上次那个什么那个企业会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去了吗？我们不是也见到了吗？但是就当做不认识嘛，好吧？以后你走你的白马路，我走我的阳独立桥，好吧？各走各的路，好不好？啊。这样子，过去的咱们就让它过去了。然后我替我的粉丝们啊，我这个人呢啊，因为我知道我在网络上一路的存在感都是我的粉丝们给我的，所以我比较替他们的话啊，也不是说我说了算，知道吧？我们的粉丝的凝聚力，这个问题抛给我的粉丝们，好吧？粉丝家人们，直播间1400人，你们说何其身材还是各走各的路？公屏上打出来。好吧，我替粉丝们，你看着公屏上就行了。家人们，我下了啊，我这儿还有事儿，让我上来说啊。我也给了你一个态度，是吧？你给了态度没有吗？我就先下了啊。好吧，那我还啥态度啊？你下吧。来，公屏上打出来，各走各的路还是何其身材？我提一下粉丝们的建议，好吧？各走各的路，还是何其身材？打出来。对，公屏上打出来，各走各的路还是何其身材？我看一下，各走各的路。直播间80%都是打的各走各的路，20%打的何其身材。没有办法，那就只有各走各的路，对吧？谢谢姐照啊！刚才跟他闹了，然后都忘记了这个，忘记了去不去看二妹，家人们，去不去看二妹？因为今天我有个朋友在加号门口遇见二妹了，他给我发信息，他说他看到二妹了，
他们去加号里面了，你们说咱们去不去看一下这个点？会不会太晚了？这个点会不会太晚了，家人们？你们说去看一下，咱们就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去看一下是不是升了，二妹是不是升了？你们说去我就去看一下，你们说不去我就不去了，好不好？二妹可能射宝宝了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但是等一下公屏上节奏，我希望你们都说，你们都说是我们让阿伟来看你的，然后是我们让阿伟来看你的，然后不是，不要说我自己去的，好吧？然后我要完成你们一个愿望，带你们去看一下直播，对着他，然后让他给咱们打个招呼，好吧？可以不？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去，那我就不去，我就不去了。我是因为粉丝们，对吧？通过阿伟，然后呢认识了二妹，然后也那个啥，对吧？这么久，怎么样，对吧？粉丝们可能也想看一下二妹啊，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去看，家人们？要去看吗？来，要去看的扣个一，不去的扣个二。哪里扣一的多我就去，扣二的多我就不去了。直播间1400人，马上2000人了。你们说来，扣一的多我就去，扣二的多我就不去了。对，我就是心底善良。不管怎么样，虽然分开了，但是我也想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因为粉丝们很多，有些比较有些喜欢二妹的粉丝还是比较想念二妹啊，所以都想去看一下。二妹这个人呢，她不怎么说话，但是她还是心还是好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有些粉丝呢想看她，想看她的粉丝扣一啊，我看一下。目前来说扣一的比扣二的多啊，扣一的比扣二的多，那咱们去看吧，这里过去差不多要10分钟左右，家人们，去那个加号里面10分钟左右，你们去看我就开着直播去，一路上过去，这里过去要10分钟左右，你们说不去我就不去了，好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，雷迪斯家的妹？但是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如果说到那边啊，看到二妹的时候，大家公屏上不要带节奏，好吧？不要带节奏。对，我希望的是什么呢？咱们就单纯的去看二妹，不是说大家想的那种怎么样，知道吧？就是咱们去维护一下，但是现在太晚了，我也没有买点东西，我也没有买水果，买什么之类的。我不知道二妹去加号里面是，我不知道是她是要生了吗，还是快要生了，所以去过去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因为我今天我的朋友在加号门口遇见看见二妹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去加号里面是去生了吗，还是去干什么啊？你们觉得我现在我这么抠手去，那肯定是不行的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，抠手去的话，该废话的还是要废话的，知道吧？该说的还是要说完。你们说我包个红包去，还是那个啥，还是买点东西啊？我们今天去看的目的呢，就是说跟粉丝们完成一个愿望，
知道吧？把匪师们完成一个愿望，不只是我，艾薇想去看一下，匪师们也想去看一下。不管怎么样，对吧？虽然分开了，但是多多少少心里面还是有点在乎的，知道吧？我也希望他能够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，对吧？也想看一下小西瓜，小西瓜不知道，也不知道生了没有，我们就去看一下，但是你说拿个红包，我也没有红包呀，我这一点也不够啊，这，我没有现什么金啊，我没有红包啊，家人们。买点水果去吧，我觉得可不可以买点水果去，不给红包。哎呀，这是做人的原则，家人们，我知道没有结果，但是我们去看那肯定要带点东西啊，不能抠手去啊，这个我不习惯，知道吧？无论就是去别人家也好，或者去看看什么人也好，我们不管，哪怕不是二妹，是另外一个人，我们也得带点东西啊，不能两手抠抠去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不能两手抠抠去啊，肯定是要带点东西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来直播间1900人，马上2000人了，你们说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买点水果去，还是这里过去要10分钟左右？你们说买点水果去，还是带点这个拿个包个红包？买水果是吧？买水果这个点，水果店都会关门了。我出发了，那大家，但是我希望等一下到的时候，我会寄头对着二妹，知道吧？就是让大家看一下二妹，但是我也不肯，我也先给二妹说，我说二妹，今天匪师妹多想来看你，所以我就执着包来看你了，然后呢让匪师们看一眼你，我这么去跟他说，知道吧？然后我把镜头转过去，肯定是要跟他打招呼的，不可能就是直接这么对着人家，他不开心的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我们做事要有规则，知道吧？还有一点就是不买东西也要包个红包的，不能两手抠抠。5个 W 那都没必要啊，包个那么大个红包啊，你们说5个 W 太多了吧，打包正能量了，家人们，直播间2000人了，打包正能量，想女人想疯了啊，不是我不是想女人啊，家人们，我阿伟呢是做人做事是有规则的，我去看他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单纯的帮匪师们完成一个愿望，因为匪师们一直让我去看一下二妹，看一下二妹，我就是单纯的帮匪师们完成一个愿望，不是说我阿伟非要去看，知道吧？大家理解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匪师们呢就不要带节奏，不要说让我跟他在一起啊，或者让他给我回去啊什么的，不要去带这种节奏，知道吧？让我们两个在一起，这些就不要带节奏了。大家直播间公屏上就打一包正能量就可以了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公屏上就这么的，公屏上的节奏就这样子，公屏上的节奏你们就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你们叫我去的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因为我镜头对着二妹的时候，她也会看得到这个公屏的，你们打字她也会看得到的。你们要说我们匪师们叫阿伟来，我们匪师们叫阿伟带我们来看二妹的，你们要这样说，知道吧？不要说是阿伟带我们来的，不要这么说啊，不要这么说，你们不要说是阿伟带我们来看你的，不要这样说，你们要说是我们让阿伟来的，记住了没有？公屏上不要打错了啊、哦！除了正能量以外，三个字正能量以外，就说我们让阿伟带我们来看你的二妹，对不对啊、哦？
然后我会发个红包，你们就不要发红包了啊，你们就不要发红包了。对，因为你们送礼物他也得不到，知道吧？是收到我手机里面来的，他也得不到，所以不用，大家就不用送礼物，也不用发红包，好吧？奥利斯达，出发 ，Let's go，Come on， 买一束花。买一束花这干嘛呀？买一束花，买一束花就不是那种味道了，知道吧？我是去看人家的老婆，也是去看人家的孩子。我买花干什么呀？你这疯了吧你？哼！我买花就味道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吧？我买花干什么呀？直播间2000多人，3000人，马上3000人了，你们告诉我，我买花这不？去跟人家表白啊啊！人家老公会误会的，你懂不懂啊你？买花买花的，我都说了，我是单纯的带你们去看他，而不是要干嘛。你看，这现在你们做不到就不要去了那。你看粉丝们现在就在带节奏了，等一下我怕。节奏在那里，节奏太大了，我怕影响不好。第一点跟二妹带来不好，第二点跟人家跟她的老公会生气，到时候就把我捏出来，就这面子都没有了嘛，这不都打脸了吗？对吧？我去看她的目的，第一，粉丝们想见她，直播间2100个人想见她，哦。到二妹那里的时候，直播间会有3000-4000人，大家都想见她，所以我带你们去见她呢。第一点，第二点的话，我也是单纯的，就是虽然好聚好散了，但是单纯的去看她一下，因为她的加号里面我不知道是生了吗，还是还没有生，啊，就想去看一下，就这么一回事儿。你们公屏上让我买花，又让我跟她干嘛呢？又让。那这样子，这凉拌了吗？这凉拌加老布了吗？等一下，人家那肯定也不止二妹一个人，有可能有她老公的妹妹，有可能也有她老公在那里，有可能对吧？那这不七杂八杂的，那不现场都搞乱了吗？这不砸场子了吗？这不，你要在加号里面，我们是温馨的去看一下，知道吧？去看一下，250一个，你不懂。知道吧？你懂的话，你就在直播，我就在看你直播了。不是我在给你开会，是你在给我开会了，知道吗？你懂不懂啊？如果我是个250的话，我还在这里开直播跟你们说话吗？是你在开直播，我在看你说话了，知道吧？还250？你觉得我是250？永远都不可能，知道吧？快去！Let's go, come on, 好，那就直播间2100个人，你们啊，那去的话，你们就来，去的全部扣一，来公屏上，去的扣一，我出发了，去的扣一啊，然后呢，咱们去的扣一来，然后呢，到那里要差不多要10分钟啊，这十分钟呢，大家点点赞，然后扣扣一，感谢我上代姐啊，收了张米幻筒，谢谢。对，去的呢，咱们就扣个一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对，我要出发了 ，Let's go。这个路程的这个10分钟，你们就看不到我了啊，知道吧？这路上的这10分钟呢，你们都看不到我了。这10分钟，咱们公屏上把赞赞给我点起来，打一包杀人，好吧？赞赞给我点起来，打一包杀人，然后把3个字打在公屏上，这流量出发了。3个字，这流量打起来。
然后把这个